哎呀，要说这大亲子，这小子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。你说这车，对，我先把车座给他藏起来，我让他看不见。这回行了。哎呀，我教育他从哪儿下手呢？手机是他的。咦，跟我的手机是一样的，那中了。我就从手机上下手吧，我现在把我这手机套给它套上，然后啊，我就让它感觉，感觉啥呀？感觉这手机被换了，我看它怎么表现。我把插上，换完了？换完了。干啥呢？你喊啥呀你？你吓死我了你啊！你干啥呢？我干啥呢？我你凭什么把我手机先拔下来插到你手机上？哦，你看到刚才那一幕了，但是我必须纠正你，我确实啊把那个手机的线拔下来了，然后换了一个手机我插上，但是我插上的那个手机绝对不是我的手机。不是你的是吗？不是我的。那行了，那也别充电了。干嘛？干嘛？哎，我摔开你信不信？你爱摔就摔呗，反正他不是我的手机啊。我让他嘴硬，我把他话费都给他摔出来。等会儿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后悔啊，你摔得粉身碎骨，我可不赔钱。有本事你就摔，让不让他摔？摔！你还真摔呀、啊？这是客人的手机，咋不摔了呢？赔不起。你还知道赔不起呀、啊？你说这客人也真是多缺德啊！为了他手机充电，他把我手机打开的，你说多烦人！你说这，放下，那是我的手机。我手机呢？让客人拿走了吧。他拿我手机干啥呀？他以为是共享的呗。充电可以共享，那手机能共享吗？那没办法啊，他以为就是呗。老范头啊，老范头，哎呀呀呀呀，别找了，你不应该叫老范头，应该叫范叔，再叫一遍，范叔，哎，这就对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范叔现在回不来，忙得很呐、啊，给二狗子家看店去了，连自己家都看不明白，还要给人家看去，没办法，人手不够嘛，两边店一块看，这也算是共享吧。我手机呢？你能不能不吓唬我呀？你手机不是让客人拿走了吗？你急什么？你等一会儿，他就把手机给你送回来了吗？对，你等他回来。哎呦，你看我怎么教育他啊？太不像话了！你说现在这人多缺德呀！啊，为了自己方便，他什么事他都干呐！是不是？你看这共享，共享，大家就要遵守这共享的道德规范，对，是不是啊？既然你说到共享了，我就跟你说一说，你同不同意我这观点啊？既然是共享，大家就应该共同的啊，急别人之所急，之所急嘛，想别人之所想嘛。你这不挺明白的吗？你对共享理解得很透彻呀，现在我就该问你了，那你为啥把这共享单车的车座给投下来了呢？大秀啊，我这还有点事儿啊，我先去办事儿。哎，说到关键的问题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过来，你找什么呢？不是我车座呢？找车座啊，哈哈，那就对了，慢慢找吧。哎呀，我就不跟你聊了，我得走了啊，慢慢找车座吧。站住！又干啥一惊一乍的？拿住！拿什么？给我安上！别！哎，你别搞错了，这不是共享的，这是我自己的。什么你自己的？是大伙共享的，我刚才就骑着他来的。你再说一遍。我骑着他来的，大伙都看见了。刚才我大家听见了，他说他是骑着他来的。那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呢就把他给你安上，然后你必须骑着他回去。
你要是不骑怎么办？我不骑，我是茄子，我大撇茄子，我。各位都听清楚了啊！我现在就要给他安上了。他说了，他要是不骑，他就是大号的瘪茄子。安上！哎呀，是我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想整我？你说？哎呀，安上了啊！啊！当当当当！将你最尊贵的臀部放上，吸呀！大舅，你这是怎么变的？这是啊？怎么是我变的呢？